贵妞恋爱黄鸿升东区贴心伴女友。小鬼又与妞妞被拍到甜蜜用餐，图翻摄自脸书，2018409。艺人黄鸿升，小鬼两年前和天气女孩妞妞爆绯闻，事后两人皆否认恋情。一月底曾爆出双方情侣事，但小鬼在上个月松口承认有欣赏的圈外人，事隔一个月就被拍到与妞妞恋情温存。小鬼与妞妞又恋情让人雾里看花，图翻摄自脸书，2018409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黄鸿升六日被发现带住妞妞和其他两位朋友现身台北东区餐厅，当天他戴黑帽，妞妞则戴米色棒球帽，两人脸部没有特别遮掩，也都没被认出。等待后位的过程中，小鬼贴心地让妞妞坐在后位的椅子上，之后小鬼不时走进店里与妞妞讨论餐点，两人有说有笑，互动看起来相当甜蜜。虽然被拍到甜蜜用餐，但黄鸿升和妞妞的感情状态至今仍是个谜，双方从未对外澄清关系，如今又被拍到甜蜜用餐，让人雾里看花。